肛周脓肿案例。我今年38岁，位于2018年3月27日早上上厕所后，感觉肛周有轻微的疼痛感，我以为是要长痔疮了，又到药店买了一盒痔疮膏回来涂抹，涂抹了2天，效果一点没有减轻，反而更加严重了，走路都疼痛难忍。就到了1个月，先做了指检，说情况不像是长痔疮，需要做 B 超检查。B 超检查结果为肛周脓肿，医生说需要立即住院治疗。治疗是先输液3天，如果不行的话需要做手术治疗。因为我的工作比较繁忙，所以说我不想住院。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做原始点的王师兄，我就打电话联系王师兄，跟他简单说了一下我的情况。王师兄让我来找他，当时我的心里还没有底，我没有别的选择了，我只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。到了以后，王师兄确定了我的疼痛部位，再就问我有没有其他的身体的不适症状，开始给我调理，先是给我按推，之后给我温敷，再喝饮姜汤。温敷之后立刻感觉清爽了很多，疼痛感也减轻了很多。连续了3天，晚上回家之后，我用暖贴贴在臀部的按推部位，再喝姜汤，用姜粉清洗患处，大概10天左右就基本康复了。我没有吃一粒药，也没有动手术，就得到了康复，让我见证了原始点的神奇。我非常感恩王师兄，感恩张兆汉医师，感恩原始点。